们欢迎台湾队长蔡英文总统。大家好，我是蔡英文，这是第一次在 Podcast 上面跟各位聊天，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核电就如我刚才讲的所带来的这个风险跟安全的考量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以至于是我们现在在北部的主要的县市的首长们都表达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核四重启的这个议题，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深思，那么在公投的时候投下一个不同意的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国家关注我们也支持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台湾人自己有没有这个意志力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保护自己的民主。所以我们越坚定，来自国际的支持就会越多，所以真正的关键还是我们自己。疫情趋缓之后，假如可以，想问总统会想要去哪一个国家？好像